活，拉个外国友人，哎呀，连大气都没敢喘呐、啊，咱也不知咋跟人沟通啊，怕说错话给咱中国人丢脸呐、啊。哎呀，总算到地方了，哈哈。喂，那个老何呀、啊，你搁哪呢？到你班了？什么？你休假了？不是你这人咋想的呀？啊，你休假你跟我说呀？啊，我钱都收人家了。啥？我想办法。我想啥办法呀？啊，我还能把人放着，我还得把人推回去啊？要说你这些年轻人办事，我告诉你就差劲。哼，哎呀，别喊，哎呀妈，人呢？三哥，啊。来，我有事儿呢。啥事儿？我忙着呢。来，是这么个事儿啊。刚才呀，我接到老板电话，说有外商要给咱滑雪场投资。这人就在滑雪场考察呢，我找好几圈没找着呢。这么的，三哥啊，你帮我找找人，咱们千万不能给人怠慢了啊。我上那边再找找去啊。啊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BBQ 了，这下肯定摊事了。这要是外商的话，这哎呀妈，别给人整沟里去啊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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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呀呀呀！你这功夫把人造成这样，哎呀，痱子都卡黑了。哎呀，那个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 ，Happy Birthday， 无情哈拉少了啊。那个听不懂啊，阿萨哈尼欧，欧巴萨拉嘿，萨拉迪卡。你干啥呢，铁子？你这呜呜喳喳、比比划划的，凭啥给我松开了呀？咋的？对老弟有意见呢？我也没跟你七七八八的呀。哎，你知道不？那鸟窝都让我干稀碎呀。不是。兄弟，你会说中国话啊？哎呀，那就好沟通了。我做梦都这味儿。哎呀，那太好了。兄弟，没受伤吧？你说呢？你们领导呢？我要投诉你。不，千万别投诉我。这一年呢，马上就要放假了。你一投诉我呀，我这奖金全没了。只要你不投诉我，我请你吃饭行吗？再有一样啊，这旮瘩没有西餐呐，铁锅炖就行。没问题呀、啊。那走啊。喂，别着急别着急，现在不行。啥意思啊？忽悠我呗。我明白。改天呗。不是。改天是哪天呢？不是。下次是哪一次啊？不是。以后是多久啊？那手机号没留，让我登你信儿呗。不是那意思，我没忽悠你，我是说吃饭这事儿啊，我得汇报经理，让他安排。啊，那不用，等他干啥呀？你真的实在没时间，你就领我到地方，我，你给我整点酒，我自己干了。不，那能好吗？三哥，哎呀，经理来了。经理，找着了，找着了，找着了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，欢迎，欢迎！咋照这样式的呢？一言难尽啊！这，他谁呀？我们经理啊，经理来了！哎，是不是可以吃铁锅炖了？啊，饿了是吧？是，没问题呀、啊，我这就安排。你们真的太客气了，那不应该的吗？哎，
第一次来咱们天津山吧？真的。哎呀，那你可来对了。我们这好玩的特别多，我简单给你介绍介绍。这边是咱们初级的雪道，这边是咱们中级的雪道，特别适合你这种小白。小白，我掉色了。不是，你这啥眼神啊？不是，再说了，我也不敢滑呀。哎呀，那没事儿 啊。看没看到这爬的？我跟你说，就这玩意儿从半山腰刷一下下来，老刺激了。三哥，带贵宾体验体验呐、哎！我可拉倒吧，不是玩这个。经理，经理，哎，咱呐就别让他受第二次伤害。你忙你的，对、啊，咱们还是早点开饭吧。那行，那我打电话啊，我就给你安排。你们太客气啊，真的太客气了。客气，客气是应该的啊，不客气你能给我们投资吗？投资？啊？谁投资啊？你呀、啊，我吃饱了撑的，我给你们投资，凭啥呀？不是你不是投资商外商吗？我这外伤不是你整的吗？你就别说外伤，我这内伤都有了。老铁，老兄弟，老兄弟，你贵姓？我叫一博。啊，一博，我跟你说呀，你来我们天津山投资就对了，这天津山呢老好玩了。一会儿啊。我领你打冰嘎堆雪娃，冰车一滑就不想回家，粘肚包蘸白沙，酸菜缸里开白花呀，东北的冬刮西北风，是这个不？是这个不？这你都会？姐，哎呀，这么的、一会儿我领你吃完铁锅炖，我再带你去看看二人转。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，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，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，骑羊马，跨羊刀，呱唧呱唧就是了。哦哎，你啥都会，还会你学点好人的行不行？哎呀，我跟你说呀，来我们天津山投资就对了，这玩意儿才赚钱呢。将来，你回你老家，你再投资个滑雪场，老赚钱了。哥呀，我老家非洲的，自打有人类开始，从来没下过雪。我在那儿投资个滑雪场，我脑袋有泡啊。那么的、咱先不说投资的事了、我领你好好玩一玩，你就说你想玩啥吧，咱玩个够。我觉得这个挺好，没做够。这个，来，你上。不，你上，我拉你。你上，那好吗？你上，能行吗？行，哎呀，我纳闷儿，这玩意儿还能掉下去？哎，停！我来吧，咋的？还是我来吧。我感觉你呀不靠谱啊。行，还是我来啊。哎呀，这玩意儿你看着是体力活，但这是技术。我告诉你啊，前腿弓，后腿蹬，腰往下哈，往上冲，看着没有？哎，好，好吧，好。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，我仗义不？够意思不？够意思，是不是得该给我投资了？不是哥，我咋跟你唠不明白呢？我真不是来投资的，我就是来玩的，来玩的了。对，为啥上我们吉林来玩啊？这不冬奥会要开始了吗？我寻思搁家看电视不过瘾。完了，都说冬奥在北京，体验在吉林，我就来这溜达，啊！到时候我给我国外朋友发个视频，你不有面儿吗？溜达来了。对，哎呀，这咋把我累？
我还以为投资商呢。哎呀，这又铁锅炖又二人转的，你说这咋费这是费的。经理啊，哈哈哈，经理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咱整岔劈了。是，刚才那老外不是投资商。哎呀，我早就知道了，投资商是人小郑老师的朋友。这是小郑老师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刚才那老外，嗯，就是来咱天津山溜达来了。你好，人呢？我人呢？我在这儿呢。不是，嘿，多亏我有经验，没敢坐稳，要不还得干碎一个鸟窝。不好意思，你真行啊！哎呀，你咋在这儿？哎妈，这么巧吗？幸会幸会，撞了呀你啊！你俩认识啊？不认识啊？你不认识，整的像认识似的。哎呀，我这不经常看那小视频吗？这家伙那东北话说的老带劲了。我也老看他演的电视剧。你叫啥来着？叫那个那个，不是一博。哎，对对对，一博是吧？叫你也成，是是，郑老师，大成大成的，你咋搁这儿呢？我在这儿录短视频呢。啊，那你呢？这玩意儿我家呀，这不过年了吗？不得给咱家这个大爷大娘啊，二大爷二大娘，三大爷三舅们的拜个年吗？在这儿给大家。等，你就这么拜年呢？那是东北人不？几个意思啊？不是，咱这儿过年得演节目。啊，表演节目呗。是啊，那没事啊，表演节目，那你录视频呗。哎，太好了，咱就一起呗。那一起吧。不，啊，唱歌的我不行，这还得我们经理。那行，他俩唱，我俩溜缝行不？行啊，行，我先帮准备一下啊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我跟你说，唱歌还得我们经理。哎，我们经理还参加过歌手大赛呢。哎呀，太好了。来吧，给咱们父老乡亲拜个年。好，祝大家虎年大吉。我大好山河是我爱的中国，路艰难坎坷我也要爬上山坡，我走过昆仑山喜马拉雅大别山祁连山贺兰山，万里长城在上边，多少年从未变，一路江山美无限，人世间天天中华儿女英雄传，最外传林海Oh, oh, oh.